Boss， 出什么问题？ 托尼，
放松，朋友，我投降。多么悦耳的枪声啊！没想到啊，兄弟，你也不是什么好鸟，连自己的兄弟都能杀。不过，我喜欢。密码多少？再他妈废话，我杀了你！别急，箱子，我给你开。但是要看你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了。给我一个理由。开箱子还不够啊！好，我把我在开普曼群岛银行的钱全都给你。多少？十亿美金。成交，先把箱子给我打开。豪爽，我在银行的账户是。钱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灯钩终于找到了呀，看来还是我赢了。别废话，要杀就杀，开枪吧。用枪，那都是武器。那你就等着死在我的刀下吧。看来比你那两个死穴的要厉害啊！闭嘴！杀了你，替他们报仇。
每个人的大脑都是沉睡的巨人，如果能够让更多的脑细胞被利用，那么人类将创造出难以想象的奇迹。但随着潜能的激发，人类体内积累巨大热量，会像炸弹一样瞬间炸裂。一批世界顶尖科学家神秘失踪，传言他们被劫持到东南亚某处，正在研制一种超级毒品 Acinix。 东南亚多国首脑担忧国际社会插手，秘密化重金雇佣狼群组织寻找并销毁这个病毒。小心点儿，老子弄死你！
你出去给我顶住，快点儿！快接救助，我马上回来。在哪儿？他打翻了。宋四哥，我去找我大哥。老大，罗康跑了，快追回来！罗道，罗康手里掌握了大量情报，一定要留活口，知道吗？明白。我一定会让那小子生不如死的。南京，你们留在这里，我去找罗康。得了吗？我们的狙击手就在外面，只要你踏出去半步，狗命就不保了。别过来，罗康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你答应跟我们合作，把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，我们可以保证不杀你。你们不会杀我，我们不会杀你。就算这样的话，你们也不会杀我。罗康，住手！无忧是难得的人才，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？我们是雇佣军，不允许任何人意气用事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队友死在面前，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开枪的。别说了，出去。多保重。堂哥，我错了。
带你来的。是我，不要。小云，你干嘛呀？对不起，小云。行了行了，跟你在一起那么久，我都习惯了。小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你们队长说你们的事儿了，我就想过来陪你聊聊天，散散心。别和我提他。刚见面就摆臭脸。咱们去吃饭吧。不吃。那咱们去唱歌。不去。饭也不吃，歌也不唱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想。讨厌，你怎么还是那么坏？坏吗？不坏吗？无忧，你知道吗？每次你不在的时候，我最害怕的就是那种不确定的感觉，不知道你在哪儿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回家。每次一接到电话，我就害怕听到关于你不好的消息。对不起，小云。这不是你的错，谁让我爱上你了呢？你放心吧，以后我一直陪在你身边，哪里也不去，欠你的我一定会加倍补偿的。你欠我那么多，怎么补偿？钱够不够？够吗？好，三位想买点什么花呢？你这儿有什么花呀？我们这儿花品种很全的，有康乃馨啦、郁金香啦，还有百合啦。当然还是看你想送给谁了。我想送给你，该买什么花呢？不好意思，三位如果不是买花的话，请出去。哎呦，这妹子挺有性格，是我的菜。我们是来收钱的，不是来买花的。收什么钱？保护费。我劝你们还是赶紧出去吧，等我男朋友来了，你们就倒霉了。哎呦喂，我倒要看看你男朋友有多大本事。既然你不想给我，那我就自己搜。你想干嘛？好久没打架，拳头都痒。今天小爷我就好好你们俩，好不好？
就这点本事出来混，丢人吗？回家再练几年吧。把刀放下！你他妈的不是很牛逼吗？来打我！来人！有本事冲我来！马上放开他！兄弟们，这次任务不轻松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我说队长，这话我都听十遍了，再听我就真疯了。行了，刺客，队长这么说也是为咱们大家好。再说了，人也只说了七遍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多？哎 ，man， what the fuck？ Sorry。哎，队长，咱们这任务能赚多少钱吧？能赚多少钱啊？100万，美金，还行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，每人100万美金，哇，每人100万，可以啊。那看样子这次任务很有挑战性嘛。哎，队长，关键是这钱什么时候能到咱账户啊？哎我去，这钱的，雷英掉钱眼里了。哎呀，来，坦克哥哥，我告诉你啊。咱们这帮兄弟里面，只有你是因为喜欢杀人才当雇佣兵的。你问问，谁不是为了钱？没有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？咱们在这儿为什么呀？为了正义。你在开玩笑吗？你知道个屁！为了正义，来，为了咱们这次行动。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啊！为了正义，为了正义！亲爱的，你终于醒了。小云，你没事吧？你放心，我没事儿。这里是医院，我们都很安全。谁把我送这来的？是你们队长。他怎么来了？你们先聊，我去医生那问问你情况。怎么样？头还疼吗？你来干嘛？怎么，你也被踢出来了？刺客，是，我知道你恨我。其实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跟你聊狼群的事儿。哎，对不起，没空。我现在很需要你。我很感谢你救了小云，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是你的人了，所以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无忧，不用再说了，你走吧。亲爱的，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，医生说你没什么大碍，咱们可以回家啦。怎么了？头又疼。
不是有心事儿啊？不要担心，有我在。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扛着。我没事，快睡吧，小云。我知道你们队长来找你是因为队里出事儿了。你要是什么都瞒着我的话，这样我会很没有安全感的。他跟我说，狼群出事了，要我回去帮忙，但我拒绝了。如果坦克还在的话，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。无忧，去找你的队长吧。我觉得他现在比我更需要你。你怎么找队长的？连自己队友都保护不好。对不起，我不配当你们队长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黄蓉和门八是被人暗杀的。不可能，他们都是经过特殊训练的精英。怎么会轻易就被人杀了？谁干的？目前还不清楚，但是据我推测，应该是昆泰派来的杀手。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剿灭了他的制毒窝点？他对此怀恨在心。顾永斌的身份都是经过严格保密的，杀手怎么会那么轻易找到华荣和曼巴？我怀疑
出了内奸。内奸？我有一个办法。我现在只相信你一个人，你一定得帮我。赶紧个压倒他，使劲儿，使点劲儿啊，使劲儿，压倒他，就这点劲儿，压倒他。哎，心情不错呀，下棋过得很开心啊，队长。最近咱们人手有一些紧，所以我叫回一位老朋友。刺客，我就知道你早晚得回来。我说烈阳，你还那么不正经啊？欢迎归队。我去，你小子最近力气欠长啊啊！来，刺客，晚上一起喝两杯，跟你接风。两杯怎么够啊？一醉方休。行，那咱们就不醉不归呗。不醉不归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什么事，早回去休息。刺客留一下。好，行，我们先走了，晚上见啊。行，今天晚上必须把你们两个撂倒啊！谁不去谁是孙子。好嘞。这里面是我们针对昆泰正在研发的 ICNonics 毒品制定的绝密计划。这个东西现在放在我这儿不安全，我现在只相信你一个人，你一定要妥善保管。放心吧，队长，这件事除了你和我，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的。来，三哥，喝，喝，干杯！哎，多喝点，多喝点。喝，扳机。这小子酒量怎么还那么差呀？不跟他玩了，咱俩喝。来。刺客，嗯，这么多年了，在咱们这儿，他妈最佩服，佩服我？得了吧，我有啥本事？你他妈本事大了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因为你本事太大了，上面人才把你踢出去的。我问你，如果当时一枪把陆康给打死，你说坦克是不是就不会死啊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我他妈一枪把陆康给打死，坦克就不会死。都他妈怪我。行了，现在说这些没有任何意义了。还有，前两天花荣和曼巴还好好的，可现在就这么没了。我多希望坦克、花荣和曼巴可以坐在这儿跟咱们撒些喜喝呢！不，都他妈怪我！行了。咱不说这个了，行吗？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四哥，不说了，今儿就给你解放，啊！来，干了，不醉不归，全干。服务员，啤酒。服务员，啤酒。Thank you.
现在我终于可以给大家安心的布置任务了，大家不用这么紧张，请走。局长，没事吧？轻松一点。通过植入 U 盘中的定位系统，我们已经确定了昆泰总部的位置。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情况。昆泰，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毒枭之一，他的制毒工厂遍布全球，上次我们剿灭的罗康制毒窝点就是其中的一处。根据我们的情报显示，他为了完成自己的双 S 超级士兵计划，正在秘密研究一款合成的毒品 Isinonix。 这款毒品能够将人体自身的潜能发挥到极致，如果研制成功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要抢回昆泰手中的原因密码箱，阻止他的计划。托尼，昆泰手下最凶残的杀手，黄蓉和曼巴就是被他杀死的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敌方有多少人？昆泰近期有几单非常大的交易，所以大部分人都已经被分散，但是总部武装力量也会削弱很多，所以目前人数尚不清楚。队长，敌方的武器装备如何？这些家伙他们主要以制毒为主，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他们手中不会持有重型武器。无忧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，看来这次任务会比想象中的轻松。我们每个人加入狼群的理由都不相同，有人为了金钱，有人为了权力，甚至还有人
，Boss， 出什么问题？Tony， 我给你一个任务，你肯定会喜欢。
放松，朋友，我投降。悦耳的枪声啊！没想到啊，兄弟，你也不是什么好鸟，连自己的兄弟都能杀。不过，我喜欢。密码多少？再他妈废话，我杀了你！别急，箱子，我给你开。但是要看你能不能放我一条生路了。给我一个理由。开箱子还不够啊！好，我把我在开普曼群岛银行的钱全都给你。多少？十亿美金。成交，先把钱给我打来。好爽！我在银行的账户是。钱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登狗，终于找到你了，看来还是我赢了。别废话，要杀就杀，开枪吧。用枪那多么无趣。那你就等着死在我的刀下吧。看来比你那两个死穴的要厉害啊！闭嘴！我现在要杀了你，替他们报仇！
万钧呢？万钧，万钧，他为了救我被杀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此刻队长有问题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到底是为了钱，还是权力？钱，权力。你太小看我了，刺客。我得了绝症，我不想死，我只是想活下去。这个箱子是我唯一的希望，你别拦着我！为了活下去，曾经我们一起出生入死，面对再大的危险，连死都不会眨眼睛。你现在告诉我，你为了活下去，我们当初加入狼群的那一天，早就已经把生死忘在了一边，你忘记了吗？任何一个人去挡枪，为你们任何人去死，但你能体会到那种被病魔慢慢侵蚀你身体的感觉吗？那种感觉，你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，就会很明显能感觉到自己身体机能在急速的下降。此刻我问你，
to you. Ain't gonna give it to you.这片子拍的挺有意思的。我有事儿出门，一趟你自己在家好照顾姐姐啊。放心吧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等你啊。